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进入启示录第七章来看，当天塌下来的时候，第七章第一节：此后，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或树上。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。 他就像那着那拿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，大声喊着说：“地狱与海并树木，你们不可伤害。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耳，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，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两千，流变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加特支派中有一万两千。” 亚舍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拿佛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马拉西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利位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以萨迦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西波伦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两千，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两千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数过来。 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”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面前，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面前面俯于地，敬拜神说：“阿门！”颂赞荣耀智慧，感谢。 尊贵权柄大利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永远,远。阿门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作业，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账目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。”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启示录其实你约略可以读出几个重点：第一，管，上帝在宝座上掌管。第一章他管万有，三一神掌管在宝座上，掌管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教会。 第四章、第五章呢，也是三一神在上面管。第二个字呢，就是乱，末世会越来越乱。从第一印到第六印，就发觉光前面四印是人文灾害，第五印祭坛底下会有哀哭，第六印是预告一伙的日子要降临，人间是越来越乱。不要以为会改革之后的政治，这世界会越来越好。 你如果了解，人类会越来越乱，你就会体会呢。早死的不坏。第六印在乱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世界上的人在挣扎说，说羔羊的愤怒，做宝座的愤怒，谁可以站立得住？约翰呢，马上回答第六章这个修辞的问题：他们的愤怒到了，谁可以站立得住？ 约翰不急着写第七印，他把第七印放在第七章，呃第八章，然后插入第七章，在回答第六印最后的问题是：上帝羔羊愤怒的时候呢，谁可以站立得住？第七章说有，这有一堆人，有十四万四千人，跟后面羔羊的人，有一无数的人。 你发现约翰写启示录，其实确实是从第一章管来看，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教会，第四章造物主在宝座上，第五章高人在宝座上，他在管，接着就前前面六印在第六章的六印，接着就把第七章放在上帝在宝座上，所以呢，约翰写启示录其实是鼓励信徒呢能够有眼光一。 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往上看。当往上看的时候，才有办法来看下面历史在如何演变。这个情景呢，连第八、第九章也是如此。当约翰述说前六号，这是第八、第九章，他接着把焦点放在第十章，跟十一章两个见证人。然后呢，又开始描绘呢被推下地上的撒旦，在十二章。 变成十三章的海兽、地兽来迷惑世人的时候呢，马上约翰在十三章有六六六捆绑人的时候，是撒旦在捆绑人，用借了六六六的时候，十四章一到五节马上描绘天上刻画的羔羊，跟他复明的跟随者，有天上的眼光的人可以不必担心，因为十四章上帝要准备借着愤怒的大镰刀来收割，这样的格式。 借着管，借着乱，借着藏，其实在谈眼光。这样交替的说法，无非提醒信徒面临各样困难的时候呢，记得把眼目抬高来看到坐宝座的三一神是掌管人生，不管如何乱，你有躲藏的地方。碰到第七章躲藏，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。 启示文学如何诠释那个十四万四千人？这个十四万四千人的解经其实非常复杂。除了《基顿论》以外，我们也需要从约翰如何阐述十四万四千人来看启示文学。这样的数字在启示录里面很多，不只是十四万四千人，包括四十个、四十二个月等于一千两百六十天，包括。 它等于七年之半，也包括十四章呢。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六百里，原文呢其实是城外血流一千六百个体育馆这么大。包括二十一章圣城，中文圣经翻译成四千里，其实是指的一万两千个体育馆这么大。这些数字，不管是十四万四千人，四十二个月等于一千两百六十天，等于七年之半。 或是六百里等于一千六百个体育馆那么大，或者四千里等于一万两千个这个体育馆这么大，这些数字如何解呢？我要基本上你尽量用字面解。解经的原则是先用字面解，如果字面解解不通的时候，就需要留心启示文学会有象征解的空间。第七章。 用这个原则以后，马上碰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：到底第七章前后面是两组不同的人，还是相同的一组人有联系性？古典时代派认为呢，前面七章一到六八节所描绘的十二支派呢，是是完全是犹太人，是只在讨论讨论犹太人得救，后面是指的。 那些外邦人蒙恩得救的这些数目，这个十四万四千人的解经，当然就会给那些异端自己量身定做说，说这十四万四千人是我们教派里面得救的人，其他都没有得救。这个解经当然是错的了原因是十四万四千人呢，在启示录里面呢，并非纯以色列。原因在哪里呢？罗马时代啊，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呢，就有三百万。 而且这十二支派呢，但支派不见了，因为但一里，呃，在四世纪里面十七到二十一章呢，但因为淫乱的缘故呢，因此消失在这第七章的十二支派，但支派这边是给马拉西所取代。更要紧是呢，耶稣时代的时候，雅各的十二支派，雅北国的十个支派呢，大部分都不在了。 家谱散了，乱了。因此，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呢，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，以为是犹太人，因为呢，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就有三百万。里面但支派不见，给马拉西所取代，马拉西跟约瑟变成约瑟的两个子孙的支派。更要紧是呢，这十个北国的支派呢，已经亡国了。 呃，六七百年已经大部分都散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两批人第七章呢，其实呢有连续性的，他都是在描绘历世历代受苦的信徒。因为呢，呃，两批人不能把前者是认为呢现在，后面是将来，因为在第七章的第。 四节说：“我听见，跟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，不要以为听见跟观看就分成两批人，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人。其实两批人是有连续性的。也因此，约翰不只是听见又看到，听见又看到，而且呢，七章四节跟九节听见观看观看呢，原文都是完成式，完成式表示呢，我看到这批人都已经出现。他预告。” 启示录二十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那些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？所以这边所描绘呢是有连续性的，恐怕不是两批族群。原因是因为呢，有关于犹太人得救呢不是记载这这卷书的焦点，有关于犹太人得救呢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。这边的焦点恐怕是弥赛亚，为什么呢？ 十二个支派的组长老大是犹大支派，七章五节，这个犹大支派等于呼应第五章第五节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然后七章九节呢，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，这个羔羊等于呼应在第五章第六节有羔羊站立。 也就是说，第七章所描绘从犹大带头的，跟羔羊所带头的这两批，其实指的是第五章跟犹大狮子跟羔羊有关的属神的百姓，所以它是连贯的。简单来说，是从旧约到新约属神的百姓连贯在一起，当然包括犹太人，但不只是犹太人，他们是连续的。之所以会变成有连续性象征节的原因，是因为。 有他特殊的线索。第一节有四位天使，这边有四角跟四方，在谈宇宙 （universal） 是指的列、呃、从旧约到新约普世性属神的百姓，他们如何蒙恩？在第六印羔羊愤怒的时候，世人没有躲藏的地方的时候，第七章说这里有躲藏的地方。 所以容许有象征解，因此十四万四千人，是指的神家当中的真以色列民，包括十二支派，也包括外邦人。简单来说，十四万四千人等于十二乘十二乘一千。预告也是表示着救恩的完整性。这十二，十二支派，加乘十二，十二使徒，加乘一千。 千千万万，他出现在十四章，也出现在十二十一章呢。圣城有十二个城门，有十二支派，十二使徒连贯在一起。这样说起来的话呢，第七章是指的弥赛亚的团体，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的得救，犹太人得救呢是应当在罗马书十一章，这边是指的呢。 就像新耶路撒冷城会有十二个门，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跟十二使徒，通通出现在那边。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神的儿女，包括旧约到新约的人，天塌下来的时候呢，第七章说世界上的人没有躲避的地方，只要你是犹大支派狮子，你让他成为焦点，然后后来变成羊羔的这个耶稣成为你的焦点的所神的百姓，从旧约到新约。 盼望弥赛亚的人，通通变成十四万四千的这些涵盖进去的焦点跟对象，这些人可以躲避羔羊的愤怒。当羔羊变愤怒的时候，启示录的三个字就出现：第一个他管，第二越来越乱，第三长有躲长的地方？解经第七章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思考。 当天塌下来的时候，第七章带给我们什么什么样的神学信息呢？两个，第一，当天塌下来的时候，神留下一线生机给他子民。当天塌下来，第七章可以躲藏。这个上帝在苦难当中有避难，一直是旧约到新约不不不变一贯的原则，包括。 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被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，地兽做主，可是上帝却留下女人的后裔为恩典，甚至有代死的牺牲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包括该隐被赶出上帝的面，因为他杀了兄弟，上帝呢却给他额头上有记号，同时留下赛特来代替亚伯。 挪亚方舟的时候呢，人思想的都是恶，上帝却借的方舟救了挪亚一家八口。你看出上帝不只是公义，也是慈爱。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，人自高自大的时候呢，上帝变乱方言，之后呢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好让亚伯拉罕进入列祖的家谱，以撒、雅各到大卫。 到耶稣，好让在犹大狮子大卫羊羔下面，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，天塌下来的时候，就记得你有避难的地方；记得末世一定越来越乱，乱的时候你就记得你需要躲避的地方，你需要有羔羊替你遮盖。你靠你的积功德，特别一位一格的，包括回教徒，包括所有的其他的异端、异教徒。 没有躲避的地方，除非你就像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一月节的羊羔，上帝已经把愤怒打到羔羊上面，你躲在下面就可以安全。人们躲避上帝愤怒，躲避第六印、耶和华的日子愤怒的避难所就是羔羊，在羔羊下面可以阴性诚意，在羔羊下面可以阴性诚意。 羔羊是你唯一避难的地方。你要避难，绝对不是靠任何的管道，让羔羊成你的避难。羔羊会擦干你的眼泪，羔羊会把你的衣裳洗白，羔羊会给你生命的水的泉源。这些都预告在二十一、二十二章的，是这些好处看得到，将来吃得到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躲藏在第七章里面。 你要让犹大的狮子跟羔羊的羊羔成为你的仰望的焦点，啊，这是第六印下面来描绘第七章。约翰不谈第七印，把它摆在第八章，是让第七章的读者说：你有躲藏的地方，不必担心做宝座跟羔羊的愤怒。你有躲藏的地方，就是羔羊，就是犹大的狮子，大卫的羊羔，浮现出第一，当天塌下来的时候。 上帝留下一线生机给他的子民。第二，为上帝流了眼泪，因为羔羊牧羊眼泪被擦干，因为上为上帝而流了眼泪。第五印祭坛底下有哀哭的人，然后因此第六印呢，上帝就让这个耶和华日子降临。 这个时候十四万四千人是指的真以色列人，是指的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。记得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在启示录出现七次，这个七正好是启示录喜欢用的完美数字，在谈宣教。第七章说，除了犹太人以外，外邦人继续要蒙恩得救，需要宣教。这些历代。 历史的受苦难的信徒，被上帝穿了白衣，七章九节、十三节、十四节穿白衣，代表他们是圣洁。他们有着上帝子民的遮盖的身份，穿白衣被羔羊洗干净，成为圣洁之后呢，他们呢满足感恩，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，手拿中树枝，这等于代表着复活节喜乐的记号。 大声喊着说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高羊。”那些在大患难当中，当然还包括不只是信道的人，其他信靠上帝的人，通通会在第七章享受预告二十二、十一章呢，会有宝座面前的敬拜。因此，这边第七章描绘呢，呼应了第四、第五章。 第四章有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的敬拜，第五章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跟另外两群大敬拜团，这边是受苦的人、殉道的人、流过眼泪的人，他们呼应第四、第五章他们的敬拜，在说明呢，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，被羔羊的血洗干净的人，通通可以在宝座面前被上帝的爱所遮盖。 这边用呢，大患难当中呢，是有上帝的账目来复辟他们，上帝的账目复辟，预告的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神的账目在人间，二十一章第三节。同时不只是神的账目在人间，包括呢，羔羊成为神的殿，羔羊成为神的殿，在二十一章的第呃二十。 二节描绘羔羊成为神的殿，这边二十一第七章所描绘的这些景况呢，通通预告在二十二章，包括呢那边有生命的水，因此你不会渴，因此这边才说你们这些殉道的人，或是被羔羊血洗干净的人，患难中出来的人，不再饥，不再渴，因为二十二章那边有生命水，预也是。 应验了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粮，生命水，因此神的儿女不再饥，不再渴。日头炎热不伤害他们。那个时候有神的同在，那个时候不会被伤害。而且更特别的地方在这了。十七节，宝座中的羔羊不以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神也被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。二十一章提到眼泪被擦干。” 擦干眼泪的人呢？现在是牧羊人，他本来是宝座的羔羊，现在牧养他们。启示录的羔羔羊一直在扮演他的角色。第一章他坐宝座上，第五章羔羊坐宝座上，可是他用羔羊到第七章的羔羊，他现在牧者，他牧养神的百姓，好让受苦的人呢欢欢喜喜呢被他牧养。 而且又预告将来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羔羊成为神的殿，而且有生命水，而且不会是渴，不会饿。那边没有眼泪，看得到，将来吃得到，是因为沿途呢，这个羔羊牧羊你。上帝是透过羔羊来牧养他的百姓，从狮子犹大的狮子变成羊羔，他现在变成牧者。 因此，我们被牧养。耶稣的角色一直在改变。他本来是狮子，变成羊羔，变成牧羊牧羊人，变成牧者。你需要那位牧者来牧养你，他替你死，他可以牧养你。让耶稣成为你的牧者，眼泪擦干，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吧。天父，谢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，本来是狮子，变成羊羔。 好，让他使你复活的能力遮蔽我们眼泪，擦干，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，牧养你的教会，为主使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